后快来一起上课吧。哎，那陈老师你快一点，我赶着去约会耶。好啦，赶快去吧。哦耶，同学们快来跟安哲桑一起上课吧。老师你快一点，大家都赶时间了啦。你赶什么？说你的呢是 OOM，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OOM 跟 MMORPG 应该是差不多意思哦，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啦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就是 OOO 点完打拍档。你不要自创什么主题曲了，我们一起唱吧。OOO 点完了了没？故事是相当精彩啊，玩家们请锁定下个礼拜的电玩大拍档。